Hello 大家 ，So 就如 video 的标题所言，这是一个母亲节惊喜计划。其实一开始只是想着我月底就要去中国了，然后如果再不回去，后面有两个月不能回去嘛，就想说趁着母亲节可以回去一下，然后想好像可以做成一个 surprise plan， 所以目前是只有我的爸爸妈妈、姐姐知道我要回去，然后林然他爆我雷。本来是要骗我奶奶，我就是没有回去，我就是直接飞中国。结果过后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跟他讲我会回去，那就只能再挽救一下，就是跟他讲说我是星期六回去，但其实我星期五就会回去啊。亏我精心不早一个星期多，哇！所以东他刚刚打来的时候，他问我你星期六回来啊？我吓死，我还要跟他讲没有啊。然后结果他讲你直接跟我讲你星期六回来。Alright， 反正就是会回去跟他们一起过母亲节，然后给他们一个惊喜。目前的计划可能就是我突然跳下车，下没跳，也没有详细的 plan 啦。那我们就明天看情况啦，明天见。要回去好开心，拜拜拜拜，来拜开门会有声音吗？送花来，我们在坐车去吃东西，我们等下去到亮一点的地方再打给你。
那拜拜。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，耶！我的身体抽抽了，抽挂水，不用喊你了。对的，我们在槟城的一个咖啡店，渔人码头咖啡店，看看什么风格。因为我比较想要用我要的 background music 嘛，可是我要了它就一定会中。你知道我今天吃什么吗？我今天吃的好料，肥肠。Who's back? 好笑啊！没安静，没安静。小安安看不到，不然我双下巴就跑出来了。你家粉软软，你乖。那个女人不是小偷。欢喜无？欢喜啦，好下条个无欢喜。耶！ The next day， 快点等啦！去吃饭，去吃饭。晚餐吃什么？欢迎去到那边人找的不对方向反了。就是三个人吗？这是我一个。你要走？我开心。拜拜。哦，你不用拿，你要狗去吗？
跟他讲，跟他讲，拜拜。OK， 所以这个 ending 玩了十多天吧，这个 video 其实应该会比较晚上，因为中间要考试加上出国的原因，所以拖了段时间没有再 edit video。 虽然过了很久，但一样是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 by the way， 我现在人已在广州，然后之后还会有一些离开 KL 然后飞到广州的 vlog 啊，还有其他的可以期待一下，拜拜。